你们在想我
在。好家在，所有吼，咱遮全国电子做感情的。哦，对啊，好家在，给你拍婆啊！真的哈。啊，无你等下爱领支票啊，我来讲到底。好家在，我已经领好啊。啊，领支票领好啊，老师等下，迄个头家等下，迄个发了票啊，不，迄个支票啊，开到年底啊。真的哦，卖安尼啦。啊，真的哦。对啊。哦，好啦，卖好啊，马哥好家在啊。哦，是。好家在有赚到啊。哦，对。哎，你啊，咱所有姐姐，咱的好朋友，加把婆啊，婆啊声帮吹一下。对对对。啊，所以哦，祝福呢，咱家所有姐姐吼，咱家先，咱先，咱家。朋友需要上隆重那个大发挥，来继续和那个乔欣那个做安排，样样可爱，谢谢。啊，大家拢做好注意啊！来啊，祝人看啊，祝福悲笑啊！哦，来，金毛长发辣妹。我知道街小吃的热锅烧鹅，每个微笑都挂在脸庞，就在我身旁看到一笑面笑脸。我绝对拢无好康的，嘿啊！你大咧看，细咧看，啊啦！哦，你即摆是安怎？你即摆对我有所意见了？嘿，看咧，我小心，我甲你讲，真我天旋地转，你敢知？因为足久，我坦白咧，我足久无看到伊啊。因为你阿红，你嘛知影，咱遮所有吼，侪侪咱遮好朋友吼，对着我，对着我老实在话，像你拢知影，我住较海口一边，啊，所以我场拢较做海口一边，啊，所以足无简单讲来到遮安尼啦。啊，无法度啦，因为阮头家甲阮的请主无气消春满了，伊讲吼，迄落爱换一个无同款的啊，无同款，因为吼平平大海口我食重咸的，啊，然后妈讲吼，我第一届来遮，我唔知吼，咱遮所有姐姐吼，咱遮神仙大力，啊，搁咱遮好朋友唔知食重咸的，也是食迄个薄薄甜甜的尔。啊，所以吼，我较唔知影啦。啊，咱吼，伊啊，敢若若是吼，小妹若有讲着话的所在话正吼，请望大家吼，挂只健康热波，来甲小妹来甲讲一声就可以哦，吼，感谢，真是感谢，感谢的，咱遮所有一个热情趁钱拍大声，那讲咧，拖车拍甲大大声，祝你咱金银财宝通甲满厝听，互你来甲买厝，搁再来咸买车，出门咧，我来赶快拢总来甲食餐厅吼，过来咧，这部线来继续来甲安排即个，我来赶快下。我感觉三季度迄个，袂堪去食饭的迄啦，迄落三顿吼，我无一顿宵夜吼。来安排这位吼，哎呦，咱来自我介绍伊向阳吼，伊的名我所有向阳煞袂记起来。自我介绍并自我再吼安排第一首歌曲《真好暖暖杯》来共同来个分享。我真久无等到你，拄仔今日怎么又等来啊？Thank you.
哎呦，未歹诶，你家足好诶吼，我看会出来啊，我看会出来你教我，你教阮诶，阮诶这位妹妹足好诶，安尼啦。哎，一出电话就是未歹，人可能红包来甲摕我管管管，足诶，咱诶这位帅哥吼，哎呦，属于哪走哥在哪管，人可能红包来甲摕我给给给，足咧人生哪过哥在哪甲哪比咧，这一个我赶快感谢咱诶烟花炮，人可能烟花炮放甲全忙无，足好咱家属姐姐，咱家小男生都咱家好朋友，今年在。我选招买到现金，毕竟赚到大行拢总有安尼啦。哎呦，你来看啊，烟花炮拢安一讲一讲。这么咧，咱只所有姐姐，咱只神仙大殿，咱只好朋友，今日日日顺顺，有机会做咱中华民国上届主要的副总统安尼啦。哎呦，你还足久无看咧？你当初做我做歌手啊？你捌看过我做歌手的时阵无？网络上看过呀，网络上看过那个不稀奇呀、啊。因为哦，你咱这位哥哥伊嘛知影，我歌唱底啊，对无？我唱歌，比我刚刚唱我袂必吹。无可能的代志，我甲你讲真的，你啊即马要叫我开，要叫我开迄个个人演唱会，我甲你讲坦白，为着卖强干咱家所有姐姐，咱的神啊，是如何平衡健康？哎，因为哦，你即马你若叫我唱歌，我甲你讲真的。迄毋是亲像啊，伊落小只音响按去唱啊，叫人家看到。即马当然袂使叫唱啊，即马叫你主持啊。无啦，毋是啦，重点毋爱叫我唱歌啦。因为你若叫我唱歌吼，那亲像阿听袂听无啦。之前唱歌也做好听啊。啊，无啦，无啦，你毋甘嫌啦。迄种个情况，我看见小只反应安尼，哦，安尼我来考一个问题啦。啊，咱遮吼，咱遮做姐姐吼，咱遮先是特别好朋友来甲做一个参考啦吼。今日呢，咱要小想象者，帅哥你想象者哦，这有关个人。你的弟兄的问题哦，哎，你看小姐，人家生到这里去，哎，弟兄唔知偌济，咱唔知啊啦。啊，咱来个考试者，安尼好啊。比如讲，你想象一下，等一个问题，我呀，无发表呢。没有，等一个问题，我来讲，大家参考参考啊，讲笑讲笑啊，安尼啦。这种弟兄。